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礼拜五的南投新闻。由德山电体育馆所举办的德山杯全国羽毛球比赛，为自17号开始，是伫延平国小来展开为期4天的赛程。真侪来自各地优秀选手拢来参加，或者规个体育馆是充满着闹热的加油声音。主办单位指出，举办比赛目的除了希望增加选手的比赛经验以外，也希望会当为咱德山镇带来观光人潮。球场上双方一来一往，无到最后一刻是真歹分出一个输赢。由德山镇体育会今年所举办的德山杯全国羽球比赛，从27号开始，在延平国小展开一连4天的赛程。我们这次特别结合我们教育部体育署，我们这个运动爱台湾，能够让我们在地的这些爱好羽球的这些学子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运动爱台湾的计划主要是要帮助咱的民众利用时间假日尽量出来外口参与活动。已经进入第14届第三杯全国羽球比赛，是深受全国喜爱羽球运动的朋友喜爱，所以报名情形是相当踊跃。主办单位只好分作六个场地同齐比赛。今日已经进入第二天的赛程，每一位选手是展现上好的一面，希望为家己的队伍争取到好成绩。羽球可以认识新朋友，也可以增加反应力，是很好的运动，就是专注力会提升啊，然后。那个跑步也比较快，打羽球可以让身体更快，然后体力会变得更好，反应也会变得更快，所以我喜欢打羽球。打比赛可以比较开心，能跟对方拼切磋球技。不管打几种运动项目，除了要经过辛苦的训练，比赛经验的累积也是相当重要。主办单位表示，希望每一位选手会在为比赛过程中增加家己的实力。因为大家来这边一定要吃住啊，顺便旅游。我们竹山有很多旅游的景点，像大安风景区啦、紫兰宫啦、溪头，都是我们很接近的地方。比赛当中，比赛之余呢，也可以到处去旅游一下，这样，推展竹山，这是我们一个重点。来自全国12县市的羽球选手是相当认真来面对比赛，规个体育馆嘛是充满加油的声音。拜六到礼拜各有两天的赛程，若是喜爱羽球运动的朋友，不妨前往现场替这群选手加油，嘛好好啊看一场紧张又够刺激的比赛。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